今天很多人都卡在了武林风云录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战力吃紧，下周打啊都是弟弟。其实呢是会保留一周的 CD 的，为了确认这一点呢，我还特意去问了小易，他也是很肯定的回答，所以大家不用着急。说实话这个副本啊只是一个开胃菜，五羊城是12个人的，那就更考验配合和走位了，到时候呢我也会做详细的攻略，记得关注哦。今天呢会到56级打造里边第二个孔呢就会开启了，战力会提升一大截。大家一定发现了啊，目前好像大家评分的差距都不太大，等到了66级四孔全开才是真正的分水岭，不过放心也不会太夸张。53级呢会开启新的副本驰援云起台，依旧是碾压的。55级开启剑梦凌渊的难度2，强度呢会稍微的加大，需要做一个奶妈，它这个副本呢是可以点技能的，千万不要忘记了。55级会开启情缘，可以约会满地图的打卡，这两天你低到了 CP 了吗？其他的还是前几天的常规玩法，有空呢就做一下探索任务 PVP 之类的。玩了这么多天大家一定很疑惑，说好的不干呢，怎么接个奇遇一路上又冒出十几个任务和无数的探索点，感觉玩一整天都不够。其实呢很多任务和探索都是一次性的，并非现在一定要去做，后面呢其实可以慢慢来，否则天天这么爆肝啊一周就受不了了。好了，我是宇轩，点赞关注一起玩好玩的游戏。